谢谢老师。是这样。谢谢各位志工们。我是一二六期的学员。我之所以会跟那个长生学结缘，是因为一个好朋友陈妙玉师姐，她苦口婆心的推荐我，为了她给她面子，我加上我的好奇心，我来到长生学。我本打算说，我第一天上课的时候，如果磁场不契合的话，我就立马走了。可是我很幸运，我第一天就感受到长生学真的很不可思议的力量，帮助我很大。第一天上课的时候，在阮老师在开穴之前带大家静坐，我一静坐下来呢，我两眼就非常非常的湿润，然后我想说，我很悲伤吗？我想哭吗？还是我很难过？并没有，我就不理他，我就继续静坐。很快的，我左眼角这个地方啪，一行泪很快速的流下来，我继续静坐。后来被师姐叫去开穴，我眼睛睁开来，我发现我的眼睛不酸不涩。我每天睡到自然醒，我的双眼的之前都告诉我，我永远都没睡饱，就是眼睛就是会干涩疲劳。但是那一次静坐，第一次静坐的时候，我的眼睛因为就是双眼湿润，然后掉一行眼泪下来，睁开眼睛之后，我眼睛就再也不酸，就是不干涩疲劳，然后我就不会有睡不饱的感觉。那第二天呢，后来我下课之后，我很期待第二天的上课。到第二天上课的时候，一样在开穴之前，老师在带静坐，然后呢，我的腰部突然间有一股力量，就是轻轻地往前推，然后我就开始前后摇晃，就一直摇晃。那我就不管他，我就任他晃。后来到了开穴的时候，就被叫起来，我的腰完全不痛了。我这两个毛病痛苦了我将近30年。我眼睛痛的时候呢，是刺痛到眼睛睁不开，眼泪直流，然后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可以恢复。然后第一天上课就光是静坐就把我的眼睛给搞定了。然后我的腰呢也是近30年，就是痛到那个腰椎好像是要断掉的感觉，分分秒秒都在折磨我。那就两次静坐，这两个毛病长生学一次搞定。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长生学这么这些宇宙的力量，很不可思议的力量帮助我很大。所以像我在家里面静坐的时候，我们家的狗狗就很疯狂的，两只手疯狂的爬我的手，就硬要把我的手爬到他身上，我就一个手放在他的身上，他就乖乖的躺在我旁边，乖乖的就是让我这样子放在他身上，他很舒服的就睡着了，不然他是很调皮的。所以在座的各位，我相信有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感受到长生学的帮助，才会一路走来到今天跟我一样来上这个高级班。希望大家能够都能够受到长生学的帮助，能够恢复健康，同时希望大家也能够伸出大家的双手去帮助其他的人，也跟我们一样恢复健康。谢谢各位。